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今天要为大家示范骑士之书628，吃饱太闲没事干628，准备聊，干在外面竟然还可以干这种事，我真的很好奇，到底这个628我们可不可以抽到第二张兰斯洛特呢 ？Lancelot 628，注意看哦，看不懂的可以去搜寻一下、哦，平民百姓不能说的秘密啊，不，不能说的抽卡秘密，哎，是什么？过了，你讲太久了啦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左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记得分享给你的好朋友，订阅旁边有个铃铛，按下去随时可以收到我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民百姓，欧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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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K O。